其实主要整应该是整，这真的要整这一座了，不然就把这座擦亮，不然我挂在上面，怪也会生在上面。好了，今天先这样子，我们来吃中餐，吃晚餐。沙子。沙子爆啦！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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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！地狱砖头能干啥呢？刚吃完回来开台，你也要开台，还是你是打看台？加效率。整理到一半，骨头真的是不想要了欸。是不是有强迫症？100/100哇！当然啦、啊，难得看台。Hello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就挂在这了。看着蜡烛吃晚餐，吃个烛光晚餐。晚上吃什么啊？这什么鬼东西？我就觉得刚睡醒就吃油，就跟我妈讲说不用炸的，我就是在弄痘痘，她一直给我吃炸的哦，真是气死了。好像看这个没什么好玩的哈，我们换一个画面，我们换这个的画面，我们去干猪人，哦，这里，我们去看猪人。不可能炸物治疗痘痘啦，傻眼！本来就在看皮肤科了，动不动就买炸的给我吃。我知道你们比较喜欢看这个，因为我也是。看这个，看这个。显示设定，
然后下面应该做个发射器连散的，把所有掉落物丢进岩浆里面去，不然那个爆了之后会超卡。哎，怎么没怪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怪变少了？这视野距离的问题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显示。晚上好哦，现在吃饭。现在吃晚餐。烛光晚安，哦，烛光晚安，烛光晚餐吧，哦。难怪什么？小院打什么难怪？哦，葱加也加太多了吧？吃晚餐中，烛光晚安上面，我看一下哦。我跟你讲，FB 支持者的编号没更新，校院他没有编号。好，我跟小秘书说一下。等我一下哦，那个可能要关台后才有。说了两次，抱歉啊，刚刚整杀没看到，现在吃饭才有时间看，抱歉，不是吃留言，是我没看到，抱歉呐、挂在这边应该可以吧。想说的，想给的，都运气。烛光晚安上面那个，哦，白字哦。
哦，哎，我之后再想要不要七点开台的，一样八点开台，不然，或是我晚上五点前对吧？下午五点前关台吧，应该四点关台这样子。你看，可是四点前关台，我的首播又在五点，这样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看的感觉，就只能在 YT 上面打字跟你们聊天这样。没关系，我刚去看了编号只有几个。因为支持者不多啊，支持者好像不到十个吧。就是我发现我就是如果要睡觉休息的话，因为我弄好之后也是六点快六点十分，然后我是六点五十分起床。所以会好像有点睡不饱。萧院，那个小帮手说，那个谁，绿茶牛奶跟萧院，你们没有去填单吧？因为。你们两个现在去那个粉专流去敲一下，因为你们没有，你们有吗？哦，他没编好是因为他没有去填呐、啊，要去填那个也不是也算问卷的，也不是问卷，就是你有填那个。会发给你一个填问卷，对吧？填编号的位置。你们现在先去那个粉专敲，我请。哦，绿茶牛奶有啦。要有填单就会尽快帮你们加入哦。这是什么恐怖游戏？没有啦，很正常的游戏啦。一堆秀秀跳楼的画面，可是我觉得这画面很好看欸，这画面好看，一片红没办法。地狱就一片红啊，我也不想要那么一片红啊。我再把葱挑掉。神怪塔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再多人盖，多人盖怪都被压制住，然后怪都生不出来。哎、欸，萧院，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填连结啊？
应该是没有田连杰才没有编号，因为我们其实让观众进来，不是观众啦，本那个干爹进来都会先发个连结，请你们填单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就会发编号。可是我从往中间走，你是不是都没在看我的台呀、啊？中间有海龟蛋，所以他们会想去踩，就像这样子来，我示范一次哦。就像这样子，我放这边，然后僵尸猪人放这边，看到那颗蛋，那这边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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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短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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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，有没有？然后这种行为就很屁孩啊，有没有？那再来就是利用这个陷阱，让这样子，就是怪以为这个是方块走过去，然后实际上没有，然后这样子，你看。跳，我看到这样死掉了。那就这个原理啊。那附近会有那个会有火焰，是因为会有小鸡骑士，小鸡骑士摔不死，所以要用火烧让鸡着火，着火过程中那个僵尸那个小鸡骑士就摔下去了。很多啊，不死生物都会啊，那个沉尸啊，僵尸村民、僵尸猪人，都会想去采蛋，还有小僵尸系列都会有。哦，怎么这次效率好好？哦，所以有海龟蛋之后，就能盖这种猪人塔了，所以就不用那个，不用去你刻意去什么。要引一只猪人起来，然后你丢一个猪人的蛋，对吧？惹一只猪人生气，让他们全部围过来，那个是经验塔啦。像这个只是物资塔，我不需要经验啊。然后就这样让他们自己摔。凯欣在不在？凯欣，绿茶牛奶找你哦。凯欣在吗？凯欣第一声，凯欣第二声。我的台应该还是有延迟啦。凯欣在粉专，他在 DC 说不知道怎么打，然后想帮他哦。我现在看到我的 FB 通知狂跳出。那个粉专的打招呼的东西，感谢风间的50颗星星，感谢你发台，感谢你。可是啊，这个蛋有个条件，就是你头上要这一格，第三格是空气方块，这个猪人才会去理它。你看哦。一格没有用，两格没有用，要这一格打掉之后才会有用。你看，这样子，因为你同合理就是因为你看，你要给他两格高，他才能去踩啊。
现在只能看，不能踩。可怜呐、啊！上面是不是有人问问题？有人有问题？有关连结？什么连结？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哦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没有吧？我都有回答到吧？对啊，我都有回答到啊。哎呦，还没有身份组，好像看不到。嗯？那不然那个要有身份组，就是有时候怕会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莫名其妙跑到那个兔窝群来。那在这之前，我们都会先给个身份组，有身份组才能进，看到一些东西，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，这样子。看，我要赶快吃东西了啦，我剩大概三口面吧，三口，Yamamoto，能不能是三本？他不知道怎么填，没有，你只要到粉专去私讯，私讯会有个连结给你。好，我先去收完，马上回来，回来就差不多开那个了，挖矿喽。
胜利或死亡。好，我们换游戏咯，进行游戏。Rock and roll， 小，这游戏叫啥？追根。更新游戏。更新资讯，离开游戏，游戏名先关掉。哎呦，今天，Pumped up and ready to kill， 是坏人。嗨，凡西。嗨，啊，我怎么画面是在宇宙？哦，回来。啊，你怎么在宇宙？你为啥在宇宙？你去哪了？我还没喝酒，人就在宇宙，你知道那感觉吗？呀，还没喝就醉了。我看你正常啊。刚刚的画面。上次在宇宙吧？没有，我没有进来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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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发打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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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结。来啦！来来来来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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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是什么好玩？变大，变大、啊，变大变小都不错。还有放屁，哇，这放屁的吧？放屁的超恶，放屁超恶、欸。不是有个放屁是放到我们画面会晕，就要喝解酒。那个是不是另外一个游戏啊？来喝解酒，来来来，开喝啦！开喝喽！减一哦，是内建火把。